近排攞到笑，汪洋冤案何时了？中国攞奥运金牌就攞到手软啦，呢啲支联会送嘅造假金牌，提拔中联办都唔敢收啦啩。朱成志被砌生猪肉，因为影低个 friend 李黄杨被自杀嘅真相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。我哋想问阿胡锦涛，你咪怕什乜？怕什么呢？自杀系假嘅，呢个自杀假，调查报告系假，咁为咗掩饰佢嘅假，所以呢就要清算啲真。维权人士刘晓波之前都因为同样罪名被重判，人哥担心朱成志都难逃劫数啊。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就要求中共确保朱成志拘留期间不会被虐待。至于李黄杨的死因，仁哥之前就请了澳洲法医专家查 ，report 罪犯今个礼拜有得睇啦。即系我哋希望有啲专家报告系去即系驳斥呢个假报告，同埋就希望可以即系联合国多去审视呢啲专家嘅睇法啊，同埋个研究。仲准备写申诉书，下个月交去联合国，希望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，停止政治检控。